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邱文彦、张晓峰、李桂敏、陈欧珀等25人，鉴于开放大陆民众来台观光客，陆客前往台湾地区各风景区的人数激增，业已构成生态环境和观光品质严重的影响。尤其近年来陆客在东海岸不断捡拾海滩圆润地时，在风景区石头上刻字，攀爬野柳风化脆弱的菌石，陆客人数众多，几乎踩平了地质公园，情况危急，但相关机关却束手无策。原建请行政院责成交通部、地方政府和相关机关尽速召开专案会议，研修订定严格之法令制度和观光陆客观光管理配套，以提升来台观光品质，并有效保护台湾珍贵石景和天然资源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邱文彦、张晓峰。